有的时候支配者是绿色的，有时候支配者是蓝色的，但是你一定不要以为流行音乐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。今天晚上也请你们一定要记得，金曲奖35年，你们知道吗？天安门事件也是刚好35年，我们都不要忘记，台湾加油！演唱类最佳台语专辑奖，得奖的是亚伯。整张专辑以描绘社会观察、女性思维等不同议题的歌曲，串接起断裂的时空背景跟时代对话，录音、混音质感绝佳，是完成度极高的艺术作品。很高兴可以上来。真正真欢喜啊！我有真侪朋友嘛，替我真欢喜安尼。台湾这个岛就是我们的母亲。对，我们这个岛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文化，我们这个岛有很多很重要的，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族群，但是。这个苦难的岛，大家都很辛苦。有的时候支配者是绿色的，有时候支配者是蓝色的。但是你一定不要以为流行音乐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。我要特别谢谢那部，还有家里的孩子都西古，因为。刚刚结束了7年在凯道的抗议，为了原住民族群传统领域的事情，但是我更想要讲的是，虽然我们不一样的族群在我们这个母亲这个岛上，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苦难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今天晚上也请你们一定要记得，金曲奖35年，你们知道吗？天安门事件也是刚好35年，我们都不要忘记，台湾加油！怎么走？